杨戬、高渐离、兰陵王，我们班七号。哎呀，帅气！来，我们帅气的大大。手里有话筒吗？大大，你听到我的坏话了？听到，我一个位置移到你们这儿来。哎，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英雄啊！我们来看看哦，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照片。其实真的有听到，今天这个现场感觉好像、哎、每次穿上这个战服的时候，大家其实感觉都会马上开始战斗了。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英雄们，好不好？欢迎！除了台上的这几位英雄，今天其实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，然后他就是跟我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塑料友情。然后他今天特地是在另外一个活动现场赶到这里，因为他跟板娘还有我们的这个游戏其实有着不解的渊源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大美女 Angelababy。 哇哦，你这衣服跟我穿穿越过来了。就是今天大，就是今天的大龙哈、啊，搞错牌了吧？这个是 buff 吗？带 buff 的女人？没有，我是 buff， 我是白 buff。你先介绍一下你在游戏里的角色好不好？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我在游戏里，大家看到我是主要是穿着妲己的衣服。那我第一次玩的时候也是用的是妲己。好，到你了。等一下，你是妲己，贾玲姐，你服不服？啊。我上两期都是妲己，但是完美的跟 baby 避开了，节目组有可能怕 baby 尴尬。他为什么会尴尬呢？啊？因为你的这个妲己的魅惑能力比他要更强一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欢迎另外一位妲己，贾玲姐，欢迎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按照这个顺序从我们的小白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小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王博文，我扮演的是周瑜，既生瑜何生亮，啊，什么意思啊？田亮哥，哎，你走过去说，你走过去说，既生瑜何生亮，啊，我小心我的技能，我告诉你啊，很可怕的。你知道我有那个武器的，是吗？对，一会儿再说我的。好，比较小心。欢迎我们的小白，欢迎。Hello。接下来这位射手剪了头发，剪头发了，来，哇，欢迎王彦霖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彦霖，在《王者初击》里面，我是国服第一鲁班，啥？智商250，鲁班大师，国服第一鲁班，没有别的鲁班了，哈，好尴尬啊。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黄景瑜，欢迎景瑜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，我演的是这个刺客兰陵王啊。兰陵王对不对？对。田亮哥，大家好，我是田亮，我的扮相是……你不会不记得了吧？在那儿，杨戬在那儿。我们刚刚这个照片可以再看一下，对，特别冷门的杨戬。杨戬，杨戬不冷门。因为我其实有很多东西，但是什么东西都带不上来，不能展现。对，比如说这种套啊，才有代表性嘛。啊，所以我都没有。会有秘密武器，对不对？有秘密。接下来穿着一身貂的，就是我们的沙溢哥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的这今天的造型是高渐离。啊，为什么我今天是以高渐离出场的？后来他们说，只有我这种男人味十足才能 hold 得住这毛脸。不是，大大，你怎么把我跳过去了？我今天不是妲己。你今天不是妲己。我今天不是妲己。今天回归了我，就是跟我本人很相近的一个人物。什么？雅典娜。对不起。做效果的是吧？雅典娜对不对？雅典娜。据我所知，林志玲，志玲姐姐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也是扮演的雅典娜。那我们也成功避开了，也避开了，全都避开了。发布会他不没来吗？欢迎我们贾玲姐，雅典娜。雅典娜。在节目当中，贾玲姐绝对是我们女神存在之一啊！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尹正，欢迎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尹正，我今天的角色是韩信，韩信永远残血的韩信。最后这一位感觉瘦了很多的帅帅的，魏大勋，欢迎大勋。